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安排的车，没有，我的意思，因为海南它现在是暂时就给你进国五的车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禁止，它排放标准很严格。 除了过户车，其他 A6A 以下的都不能上一线城市。一线城市是上海、北京。他这个国六 B 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这国六 B， 他这个国六B，他是包括二手车，也不给你上了，应该不会吧？怎么打那么凶啊？想越我塔？ 怎么是我的双杀？艾克没拿到头吗？这是为何？难度，我这把操作有点小问题。这是为何？ 今年的7月10日，国六 B 7有标准。那破败王复活就完蛋了。这太快了，激情太快。 就是新的国六 A 以下未发售车，不能挂一线城市的牌，也就是说要国六 B 才能挂牌子的。哦，那我应该知道了，就是你买了那个车排放标准要达到国六 B， 那我大概知道了。 A0师傅，这不是EA代替。你们随便说，反正我不懂。北企鹅不需要懂，不要插嘴，插嘴就让海燕帮你标准。W 美好了。啊！哎呦，这好像人还要死，我操！ 这也没人，操了，烦死，完了，完了，呵呵，负死，完了，完了，哎呦，好毒。 我的妈呀！这什么东西啊？
还是十？什么局？这你得自己猜一猜。观众说远不如啊、哦，主播说远不如观众自己猜，有意思。对，谁让他打？他这里是绝对会死。现在还有玩玩好的。现在的玩好可不好用了，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你不会觉得？那你得问他，还是不够回血，少了一点东西。这里干嘛不直接 R 我？我这里直接 R 我还有机会 ，R 我落地直接挂点来 Q Q。挂他闪现什么时候好？这波线应该升九。嗯，有人在，不知道谁在。哦，还行，玩好的。原来还有两个人，还好是玩好的。他妈，一共有两个人在上，少一个可能就有机会。杀盆局，什么局？杀盆局。帮。喜欢神器。我来打碎他们的灵魂。杀死他们的梦。在艾克想省技能，结果没杀死。也别说塞拉斯打得挺痛，还是技能全中。就可许哥们，你要许还有个佛爷哥，要怎么办？
轻拿轻放，轻拿轻放还行，还行，轻拿轻放死掉了。我这少买一把长剑，其实一开始从家里出来，我在看那艾克，之前看艾克跟那个婉豪在那打的时候，赛老师前面应该回家了。想太多了，真的，怎么可能杀得死？走，隐藏啊，教学。不太会，他也要回到过去。不好想一下，买什么？水银鞋。感觉可以。这边有个神力。是不是又神力？剑魔还能打一套婉豪，现在逆风真的被拉扯到废，我炮车好像掉了。跟你们讲话。让我这么猜啊！你还不走？牛逼！又是婉豪的，真拉出来可以。二六二七，叠符二连还可以，两个点火呀。婉豪拿了人头，又是婉豪人头，他居然还可血战斧，我需要买个水银鞋，这把末日。啊呜！为何对面玩 EZ， 我家下路就炸了，死了死一死。把把对面上野杀烂队友，被打烂怎么搞？不用在乎他们，这是个单机游戏。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个单机游戏吗？这游戏是纯单机游戏，现在发育起来一打五就可以，我都不会在乎他们怎么死，死了没办法。诶，没差。我将用鲜血的海洋。我的人头，我的红帽，玩的一坨狗屎，就是。
他刚开始要是 Q， 他 Q 到那个锤子，他 Q 到那个末日他不回来。还行，又是往上杀的。跟他们说一下，我要自己走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将扑灭光明，制造永恒的黑暗。看见了，好像。可以出来这一下。要回口血，但 Q 一三有可能杀了。我得赶紧冰刀，冰刀出来才可以。我这把补刀怎么那么少？那补刀也太少了。下路，下路的地方有存在。这题可以先不用交了，等一下看。打了那一圈，那真的快。开始经典队友要开始教我玩游戏了，差不多 要到点了。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再跳跑就吃别人路线了。Double kill.
有机会吗？杀一个吧，把人跟上。关键的，我就杀一月，杀了一月，他们人全乱了，一波就相当于打回来。击破，好的，连杀他们好多次。有远，他们找过来杀我。他们形态好像崩了。就这样子去打，那谁能配合你？清兵就好了，这不能怎么样。跟队友节奏，谁优势听谁的，也不能这么说吧。你得看你做了什么，你得看你做了些什么。
如果你一直打，一直死，一直打，一直死，那证明你做的是错的，他不可能在。我他妈真尽力了，没办法，一堆闪现。这下他妈打的真痛啊！两件装备他妈打的，还是不是有打的，一张打就好。可惜，哎，这对面那个伤害太高了。塞拉是噼里啪啦，这一打我也很痛。我在想要不要换布甲鞋，布甲鞋好像会好一点。等一下换。手感好，打热了就这样。我继续带，他们阻止不了我。这完全放，他们其实可以去佯攻一下，假装打一下。结束你。这种局只能这样，尤其这种白金钻石，最好是带线带雨比较好，这一直带给他们拖时间就好，这不是在玩单机。拿下，大点关，又是一把单带带赢，就你单带给他们。